line. And every one of them's giving, I've given in. Tell me, and this house of mine. And nothing ever comes out of consequence, cause tell me, but this house of line. Well, have a step in, will it save small, my sin, will it? But this house of mine stands strong.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Leave behind your heart, it gets to within the past, knowing we are the youth. Call it to the beast, not a word without the beast facing. A bit of the truth, the truth.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Leave behind your heart, it gets away. Just another product of today. Rather be the hunter than the prey. And I'm standing on the edge, face up, cause you'r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D。 那现在呢，我在一个漫展上面。那我一直以来都是在室内给大家录 vlog， 所以呢，今天出来外面给大家录一期漫展的 vlog。刚才大家所看到的画面都是在漫展上面拍摄的一些画面，都是一些我觉得非常酷、非常漂亮的 coser。那我自己呢，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动漫的人啊。距离我上一次参加正儿八经的漫展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那所以呢，今天来这边找找我的青春，其实就是来看美女的。那这次的漫展是在厦门市海沧区举办的，那我本身就是厦门市海沧区的本地人，那所以呢也算是在家门口的漫展，那过来参加也非常方便。不过我过来发现好像设施跟一些活动环节比较少，整个会馆差不多5分钟就能逛完了。那作为一名摄影摄像过来参加漫展，肯定不是单纯过来玩的，我们肯定是要拍摄一些作品的。那我觉得漫展可以说是人像摄影的天堂了，那尤其是对一些摄影小白来说。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觉得人像摄影的三要素，美女、帅哥，美女加帅哥。好的，那玩笑归玩笑，不管是美女还是帅哥，他们都是属于非常上镜的模特，那这个就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服装，第三点就是化妆。那在漫展上面呢，好看的 coser 肯定是有的，只要你礼貌的去询问，基本上都是可以让你进行拍摄的。那除此以外呢，他们都会有准备非常好的服装以及化妆，那甚至有的还特地准备了非常棒的道具。大家可以这么去想，这些他们所扮演的人物都是在动漫或者游戏里面经过设计师千锤百炼设计之后出来的人物，那所以呢，他们的服装以及化妆都是非常棒的。那这些非常专业非常敬业的 coser 们在摄影师的眼里呢，就是非常值得去拍摄的。这次的漫展总共有3天，那今天是我来的第二天。在第一天我过来录的时候呢，我用的是我的机头麦来录音，那结果就导致非常多的杂音被收录了进去，所以今天我特地带我的录音笔过来录音，将录音笔靠近我来录音的话，就能减少更多杂音的收录。那这两天看下来，我真的是被这些精美的服装以及精致的妆容所震撼到了。虽然这些很多不是 coser 们的原创，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想办法将这些2次元的艺术搬到了3次元里面，而且很多他们都是不赚钱的，甚至还要花很多钱去准备这些妆容、服装以及道具。那这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他们内心中所喜欢的这份艺术形式，仅此而已。好的，那我在这个漫展的现场抓到了一位野生的 coser， 那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叫一楠，我今天出的角色是 Fate 里面的黑针满破，她是黑化的圣女。好，那一楠，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这个 cosplay 的呢？
初一吧，因为当时看很多小哥哥小姐姐出的都特别好看，就想试一下。那就是现在你还是学生？对，我是学生。好，那你平常有通过 cosplay 来这个赚钱吗？还是说就纯粹一个爱好呢？目前因为是学生嘛，只能把它当作爱好。好，那如果满分十分的话，你给你今天的这个衣服打几分？打八分。打八分是吗？那剩下两分扣在哪里？状态不太好，没有昨天的好。没有昨天的好。那我刚才有看到你有给别人化妆吗？那包括化妆，包括 cosplay 的这些技能啊，这些知识，你是从哪里学的呢？就从网上学的嘛，就比如说那些其他好看的 coser 他们的妆容啊什么的可以来模仿，然后就练就会了。好，那你说从初中到现在 cosplay 这么久，那你从 cosplay 里面获得了什么，或者 cosplay 改变了你什么？就觉得说真正就是热爱一件事情的话，就会想要有动力去做好它，会坚持做好它。好，那我觉得其实 cosplay 也算是艺术形式的一种，那希望你能够继续坚持做你喜欢的这项事业，然后最后能把它变成一项事业吧。那我们今天采访就先到这边，好，那我们跟大家说个拜拜吧。拜拜。好的，那本期漫展的 vlog 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大家如果想要练习拍摄，想要做作品的话，漫展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在这边呢，也非常感谢这两天让我拍摄的各位 coser 们，他们真的都非常的棒。那如果他们有 B 站的频道或者微博的频道，我也会写在我的视频下方，大家如果有喜欢的 coser 一定要过去献上你们的赞美。好的，那本期视频呢就差不多到此结束，大家记得点赞三连加关注，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